现在我们又回来医院了。那因为他现在非常的痛，然后刚刚医生看的是有大量的血块积在里面，所以我们这个礼拜来了医院两次，住院住了四天，要打抗生素，现在在休息。因为刚打抗生素，现在全身在发抖。一直在发抖，这应该是药物副作用吧？加油，没事，慢慢吃。整天都没吃东西。我们现在10:30，我们三度造访马街医院，我们又进来了。医生说可能12:00才可以走，然后现在在退烧，所以现在冒汗，现在烧到39度。那因为吃那个药会有副作用，你要躺着休息吗？好，你先躺着。你帮我蹲下来。现在12:00，医生说还是得看明天早上的抽血报告，他叫我们再待一晚，到明天早上7:00，所以今天晚上又得在急诊室上面度过，睡着了。啊，等一下绿色圈圈到底有时候跟我们是、啊、好，等一下说开始，我这里要打开，不然它不会有哦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它的话，因为这个要第一段时间后，所以那第二个抗生素等一下才会再过来把它滴哦。还有第二瓶抗生素。现在出院了。早上10:00，我们终于出院了，现在回月子中心。各位，我们今天要去推宝宝，今天宝宝要拍照，他今天是月子中心送的，你可以拍照。一人推一个吗？对，谢谢。等一下哦。好、啊。我等一下要给你亲。好、欸。你在干嘛？你过来推一只。哦，一个，那我帮我推两只，行了吗？嗯。妹妹，你行呀。我觉得我们一人推一只很好笑，每次就行军部队，一人推一只。好啦，出来喽，去拍照喽。套房是巴黎。那边先坐。哦，好，三个颜色的领巾就对了。哦 ，OK。对，这样子干甜的。是。颜色你有慢慢一个红的好了。因为我们三个都会拍哦。三个都。对啊。这是一个人的份。哦哦哦 ，OK。好。妈妈，我先跟你说。嗯，等一下会先包起来哦、嗯、那一个宝宝会有三个颜色，那我们原本是配了这样，然后宝宝觉得可以再变换一点别的颜色，那看妈妈你觉得呢？因为他们会有独照，然后他们也会有独照、比如说他们包完之后这个会在最外层，所以只会看到这两个颜色，那他们就会一起拍。我已经选一套啦、这都那么可爱啊。如果穿这个是不是里面就没穿衣服？对，你也性感呢，那一套这个、啊，我就不行。仆人，那你们有叫他绰号吗？一个叫露露，一个叫 BB， 没有，因为我的狗叫 Ruby， 所以这样取比较快，好可爱。你这个小三八，那个眼睛都不会开哦。宝宝这个时候都是睡觉的。你刚刚一只就要抱好久。对，没有啊，看一下。就要抱的跟那个蚕宝宝一样，拍起来比较可爱。哇，这道具很多呢。这是天然的白噪音吗？对啊。哦，人体白噪音。哦。他对啊，针啊，他针要到时候。它铺起来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对啊，那时候可能会。我在想那个针，我们帮它铺一个那个爱心。爱心，好可爱！拿那个，完了，就以后打到就买菜了。买菜。哈哈哈！他说我要包包。包。从小就拿包包。哦哟。啊！你要笑啊！你不笑。快笑！快笑！
他睡得很沉。对啊，怎么好睡？他真的很好睡。他这个他反正他也睡着了。对，他睡着了。哎呀，明明，明明起床了，明明。等他哭你就死定了。不会啦，他们会安抚。然后我们就快回房间。他哭了，我们就回房间。哭了说：“哎，我走了，我先。”不会有人故意把自己抢了。我先回房间等照片，你慢慢拍。你们应该看得出来是长得不一样。嗯。哦。异卵。你们今天要拍几对双胞胎？哦，只有你们。哦，剩下都一个。对。绿色是大的，黄色是小的。谢谢。对。1月15，对，1月15，好嘞。这哭没有喝奶哦。好严重哦，没有奶好严重。是喝霸道美味吗？是面包，面包片的爆炸。你会不会多半都是眼睛闭着拍啊？对啊。哦。其实都是拍睡觉的时候。最佳拍摄时间是6个月以后，还是1岁以后？每个阶段会不一样。对啊。婴儿的话，建议是14天内。14天内要拍就对。睡眠时间比较长的。哦。那下一个阶段可能是4个月。4个月拍一次。嗯、他们两个第一次靠那么近，嗯、他就想隔壁是谁？很挤耶。现在帮他选高啊，要超过手的跪着会比较舒服，因为蹲着很累。你们感情不好，他们不是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，嗯，感情不太好。医生可能放错颗卵子，蹲在里面太挤，出来太挤。对，哦，牵他的手指的那个指甲的部分要转上来给我拍啊、哦、小朋友的指甲，对对对对对。Okay.妈咪在那边的手，妈咪牵他的手也转掉。妈咪要出点力啊，来帮他努力了。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，拍照。那预计等一下下午去看照片。那等我去看看照片，看拍摄的成果怎么样了。Let's go。